没死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个无名花仙，替他挡下了一道雷法，玄离才得以渡劫成功。他如今成了真神，恐怕不会再似以前那般甘心任陛下驱使了。无妨，因果轮回皆有命数，他欠了那小花仙一笔命债，今日救他者，来日必将成为屠龙之利弊。稀客，还没恭喜龙王斗过天法，修成真神之境，此来有何贵干？找他。魂飞魄散，不入六道轮回，我自己找。入地府者，阎罗皆有感应，你这位，我感受不到他的魂灵，即便把地府翻个底朝天，也是徒劳。出来吧，少了一缕情魄，涅槃重生也是个不开窍的。抖音。